าตรงไปเลย应该可以吧，可以拨一下，但是要先，真的，真的给它踩下来了，这个空的，这好像是空的，真的吗？哇，刚早餐呢，果然是，每个人的运气不一样，每个人的运气都不一样，这个孩子是什么心啊？不心啊，运气不一样，我刚刚好给你吃，你闻，这还蛮香的，对不对？我跟你讲，台湾呢，一年只会出现一次的风景，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你错过这一次就没有了，就是你现在吃的。为什么？听说是龙眼的高潮期吧？啊，不是吧？高峰期。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哎，你很适合我们。对，这你不应该又剪掉了吧？高潮就是开心的意思，来，要达到我们这一波的高潮喽！开心，对，因为它一年只有一次，所以呢会很忙，所以我们就收到任务了，来帮忙。可以。那我们找老板。老板。老板好，你好，走，我们是那，请问今晚住谁家？我是小豆，哎，我是养羊，你好，我是熊熊，开心，我们要叠字的，你们一年这样会忙多久？龙眼采收季节，龙眼做了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哇，那其他的十个月呢？其实管理是半年的，啊，采收是一个半月，那剩下另外半年在干嘛？另外半年在赚钱。卖，我在卖。哦，所以你那一个月就是可以保证你剩下的时间都是 OK 了。差不多。只要龙眼有剩就没问题。哦，那家里有几个女儿？两个。未婚的有几个？两个。可以哦，我们有三个未婚呢。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看看表现。岳父岳母好。直接来。那我们现在可以帮你什么忙？那我们先去山上采龙眼。一下就帮这么硬了。我要加工的话，程序就是一定要有鲜果。鲜果啊，好啊。给啊！我们要坐哪来？坐这台。哎，对，这一台也可以。还有那边还有一台货车。哦，还有呀，快击打了。攻击了。哎呦，这个神灵像是我们要回到未来的感觉。拍谁？不好意思，来就有东西吃，甚至不好意思，他就直接拉下来哦。对啊，来，我介绍一下，是我们果树产销班第一班的班长，也是班长，哎呦，班长，好，你们刚刚采的龙眼是我们班长的，对，你刚说也是你的，我的叔叔，对，你们看起来差没几岁，对啊，所以采龙眼会变年轻，对，因为每天工作，每天农忙，一直代谢，很输龙眼嘛。龙眼的那个矿物质、维生素的也很高吧，对吧？维他命 C 也有。对，维他命 C。我们要怎么帮忙你们采？有，这里收在叫几条龙眼这样，这里收在特别较浅，
主题的农药，它这一段，它切的嘛，它都它都嘛，它这一段很脆，他说一折就可以拿下来，有手一折，看你你要前后还是左右都可以。是哦，这样吗？不会，哦，就这样子。哦，这就这么简单嘛？其实不简单嘞，不是蛮神奇的，很用力。这就是龙眼天生，结果完以后就是要让你从这里折的，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折。没有，确定？真的吗？贾斯汀，对，来，你来折一下，折这个，折这个，这个没有啦，你折这个，你折这个，折这个，贾斯汀，这边可以折吗？可以啊，可以哦，你折折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对对对对，折。哎，小心哦。你有没有吃饭？哦哦哦！哦，好像真的不行哎。而且你叫我折的是没有果子的，对。因为刚刚就说了，有果子很好折啊，没有果子很难折啊。真的难折，就这样。但这样，我们有在一线。那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有果子。我先把它还回去。你是一个有果子的。这里哦。那你要前后还是左右都可以。哦哦，不，哎呦，真的，超简单哎，真的真的真的。这，让我们看一下哈，曾经的世界先生要折龙眼。这边这边。对对对对。一二三，哇哦，算了。超帅的香蕉，是不是？巴西没有这个木头。巴西没有，美国也没有。巴西没有龙眼啊！终于有一个巴西没有。我们以往他永远说，这我们巴西也有啊，对不对？对，我们巴西来的啊，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谈生意了。以前的那个皇帝，他们上贡给皇帝的，好像就已经都是都有龙眼，而且已经就用龙眼这两个字了。现在外国有生产龙眼的，通通叫龙眼。我曾经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去吃什么？阿妈街啊，什么火山披萨、披萨啊！我想你们怎么有这么多龙眼木？龙眼木会不会被你们砍完了？不会了，高的哦，你要它矮化，锯下来就很多。矮化，锯掉了以后，它会再插两根出来。长侧枝。哦，所以它会越开越茂密的，但它就不高，不高。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容易。要不然这上百年会这么矮？对啊。然后我们来可以帮你们采龙眼，我们要用这个吗？可以，啊，用这个都可以。哎，那差别在哪里？对，差别在哪里？有什么不一样？采收工具。采收工具 ，OK。你们先选你们的那个采收工具。带这个篮子，我就是要篮这个篮子。你要篮子？你看一下，篮子的量比较多。对，一次把它弄满了，我不用再跑一次啊。我们就让勇士就先占一个，好不好？来，这个，这个就好了。嗨，黑豆壳，我的龙眼。但我觉得这样选好像也怪怪的。选篮子的是地虎组。地虎，对，这个地方就可以采。选袋子的是天龙，爬树的天龙，要爬树的天龙国，适合下山哦。来来来，走走走走走。那我们就开始。好，走，采龙眼，采龙眼。这颗蛮多哎，哎对，而且我就摘这一颗好了。对啊，而且这个很肥哎，来来来，哇哇，那超大，很大颗哎。啊，这龙眼果肉超多哎，龙眼就是假烫海。嗯，对，那肉的厚度像吃荔枝，因为现在有蔬果哦，嗯，龙眼都比较大颗，直接拔就好了。哇，一般不要转啊，很硬哦。叶子顺便摘一下，我们叶子不要回去。叶子不要，哎，不要，就这样。OK。哎，大哥，我们不是那个天龙组的吗？天龙。我们要爬那个，有水爬这一棵吧。不能在水泥地，一定要在土。土要把它踩下。啊 ，OK OK。这边两个钩子，对，踩下。扎进去它就会稳定。哦，要踩进去。像那个盘子。小心。有吗？有。啊，是你们这里有人是直接用爬的？对，直接用手树跑，然后爬上去。可以吼。可以。Nice。好像我家一样。你这个背后还有一个。背后。对，有没有看到？左边。哎，对，从那边摘下去，对。Nice。怎样？我这个这样就放紧。我这个手势踩的这个动作什么都 OK 吗？都可以啊，那我有合格成为你们的驸马了。那还要再拆，还有一段在做。拆两个就来。我们这个天龙组不可以浪得虚名，我们一定要比他们厉害，所以我们要挑战那个最高最高最高上面那些全部都要帮他们把它踩下来。
贾斯汀，嗨，我们要挑战最高的哦。好，没有问题，我们才会比较厉害。我已经在做战略，战略了。好，来，先爬上去这个，哎，爬上去站在那里，啊，你要锁，对对，锁。其实这个不是很好，不是很好踩，是不是？对，真的，因为叶子太多了。哎。哇，天啊，我好像看得到台中市哎，这个是新的 IG 打卡点，这是龙眼树上，哇，好美哦！哎，你是来采龙眼的，你记得吗？哦哦，对对，忘了，拍到忘了，想要再过去一点。哦，这边很多哎。哇，这边还有，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好，哎，这种真的，哇，而且你看上面全部都是蚂蚁。哇，上面把它摘掉了，全部都是蚂蚁。这边，这个感觉蛮危险的，因为我现在是踩在这个梯子上，整个梯子是有一点空空的感觉。也不好施力。嗨，哎 ，High five，High neighbor， 碰不到，远距离 High five。对，我这边应该踩完哦，我先下去好了。好，我先换另外一个地方，这边应该踩完了。哎，他们的叶子都长痘痘哎，像，啊，等大哥上来问他。哇，大哥爬树。哦，大哥来了。对，他已经。为什么这些叶子有那个？哦，那荔枝蝇蕊。什么？荔枝蝇蕊一种虫害。一种虫害啊？对，它就吃嫩叶的时候，这刚长嫩叶的时候，它就会吃了。啊，那贾斯汀，我们就先走了。好。喂，对，喂，对，是你跟梯子一起走，对不对？对对对，我会把梯子拿走。快加入，快加入！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住谁家？赶快来订阅哦！